早起。可恶啊，他！前面就只能低调一点了。我是不是学错技能了？主要我这个方块我丢不明白。哇，这个好好用啊，就感觉自己像拉山子一样的。因为如果你用这个的话，你把这个模式开了，它那个叫怎么说来着？哇，我这么牛吗？我。我开了那个，反正我开了一个功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功能等一下按大招按着不动的话，它会自动追踪那些人的。这样的话就不用我瞄了，因为我拉三指去丢大招的时候，我总感觉我手不稳。好吧。等一下我就可以看到，我们把这个设置调好了后，用大招会好很多，会舒服一些。啊，注意看，就大招按着不动的话，他为什么？对，按着不动的话，他应该会自己瞄吧？这，我的。哎呀，好难用啊！的确，这个驾驭文明的力量还是有点难的。冷静冷静，应该是主方块。你别死了！我觉得前面我们可以打得稍微低调一点吧，因为咱们这个英雄的确是前面伤害不够高，他一般都是三件套做了后伤害就很高。哇！我伤害突然高起来了。哎，我最后一发普通攻击没把他弄死。是吧？还是差点伤害。我看一落地，213一按，还是挺猛的。回一趟，回一趟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做那个，梦魇之牙呀？我们这英雄手线很厉害，就丢什么21技能，按个大招，这个线基本上都清完了。我这直接大招消耗没有意义啊。飞这么远呢？哎，我那个三技能
一拉就是最远距离吗？这感觉有点怪怪的呀，虽然我飞的这个位置的确是梦刚才飞的位置。嗯，轰是轰到了呀。我把它卡到了呀，嘿，哈哈，笑死了。我应该把它卡到了，看到没？哎，但我队友不敢补伤害呀，我好急呀。他为什么不敢补伤害呀？哦，这个方块，这个方块用的好是有点恶心啊。可别死了。哎，我推到他了呀。哎，我在后面丢技能，丢着丢着他们都死了呀。哎，我好厉害呀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悟道了呀。哎呦，我好猛啊，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厉害。嗯，感觉我的女娲行啊。嗯，游戏上面有边框，哦，我刚才没拉好。冷静冷静，这方块要丢的好，真的是直接卡个墙角能把别人卡住的呀。哟，不走位的吗？卡个方块，哎，你看我卡的还不错吧？他在这里来回晃，看到没？然后在这个槽里面卡一个，等下他回去的时候不停在那撞墙，看到没？在这里面卡一个。哎，都残了呀！哎，我这个真就差点伤害呀、啊！哇！我给个二一把他震死了，我感觉这个方块好好的丢一下还是有点恶心的呀！啊，这个方块。非常牛。抢到了。我要卡个方块。你可别被单杀了呀。下路兵线，哇，这个三技能感觉有点难用啊，兄弟们，这三技能一拉就是最远距离。冷静冷静，没有看到他血量。哎，快报里面有说这个女娲丢个什么操作设置，他会跟着别人。哦，对，应该是怎么调哪个设置来的，就可以跟着别人。你看到没？他就一直跟着他，看到了吧？就假如说你不是特别会瞄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大招按着不动，按着不动，你看。
我在中路一直站好就行了。卡个方块，给个一二大，轰！好嗨呀！不是我这个，我这个大招，我每次以为就很尴尬呀，兄弟们，我以为我是一甩，应该是甩到别人身后的。你可别过来啊你！轰！哎，弄不死啊，兄弟。啊，我刚才那个位置挺好的呀，我居然一波没把他们弄走啊！我那个位置，我应该多丢两个方块的，我舍不得扔。推倒了，炸死！没在打。哎，他到我脸上来了呀！我直接把他打半血了。我多丢两个方块，他卡在方块上面，这个颜色比较淡，他也看不到。然后我们在这种角落里面，哇，一个方块就在隔着，哇，贼难受吧？或者在这里卡个方块，在这里，再在这里卡一个，嘿嘿。来不了了，他们吓死我！哎，我怎么没走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这个大招是怎么没传过去啊？我原地起跳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没看懂啊，这一波我大招明明往左下角丢了呀。完了呀，我吐了，兄弟们，家要没了还不回来守啊！操作操作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技能，我老爹！我服了呀！你别死了。完了呀！
这个吕布，哎，被我第二枪走，哎，他跟我玩半天，我笑死了。冷静，冷静，兄弟们。哇，我耗他好厉害呀！梦魇之牙已经有了，我们这个辅助他已经做了梦魇之牙了，现在就后面打团的问题了。打团这个二技能要好好丢啊，感觉这个二技能丢的好真的很恶心人呢。这种你没事往草里面丢个方块，他们贼恶心的。两个残的呀。这啥呀？不在。哎，好难瞄啊！哇，我打他一下好痛啊！哇，我好厉害啊！嗯，是有点歪啊。法师拿蓝，你帮我拿呀，我自己拿太慢了。哎，你别死啊！哎，他这。方块，方块，方块，方块！这我受不了了，这也太好尴尬呀，别人到我脸上，我吐了、啊、我这个大招轰不出来，要轰出来他死了。
完了，人家打风暴龙王了。抢一手，哇，牛啊，兄弟！哎，我手会抖啊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肯定要支持那个人的，我手抖啊，都瞄好了，一松然后就抖了。服了我。你痛不痛？你还往我这边秀啊你！真胆大你！哎，按错了我。我服了，我没换出来，但好像打赢了呀。哎，一波了呀！哎呀，兄弟们，有点尴尬。不是，我在落地经常丢技能，他好好难丢啊。说实话，好吧，我的新手女娲见笑了。嗯，我一下去，如果丢一手金身就好了呀。他不会守得下来吧？他们这能守下来？哎，把线清了。我好像打到他了。啊，赢了。这波有金身就赢了、啊、不知道，我刚才那个视角太高了，我准备点大招点到那个辉月上面去了，不然我有辉月的话那一波肯定落地就天秀了。兄弟们， MVP 肯定还是我，这没什么说的，兄弟们，好吧。啊，不是我吗？啊，我这手女娲感觉还行啊。好吧好吧，可以可以，完了啊，没有太离谱，但能感觉到女娲伤害真的高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